好，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一首叫做《西班牙斗牛士舞曲》，这个就是要用到我们刚才刘老师的介绍。这个乐器它竟然有这个金属的管子，事实上在它的声描部分，这个是用纯天然的纸竹来做成的哦。那上面为什么会加上这个金属管？是为了让它扩音，让它声音变得比较洪亮一点。好，那这个乐器非常的独特，因为它可以吹奏单音，也可以吹奏和弦。我们现在要先请老师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单音呢？听起来看看。刚才老师就是每按一个键，就是只有吹奏一个音。现在我们来听听看和音的部分。哇，先给嘉俊老师一个掌声。好，所以说这个乐器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比一般的管乐器增加了和音和弦的这个功能哦。那因此呢，它们流传的历史很悠久，听说最少3000多年以上。好，但是流传到现在，因为改良之后，而且又可以吹奏这种和音的技巧呢，所以他们也可以来担任这种西洋曲子名曲的这个演绎。那接下来这一首《西班牙斗牛士舞曲》，也要特别邀请的司舞老师，他带来这个竹汤匙，汤匙也可以模仿像那个响板的节奏。现在请大家一起掌声欢迎这两位老师。